台日高桥医生交流，什么都是庆祝我们的友谊。新鲜。大家，我们是东京走的桥，我是包勃，我们今天要来体验位在藏野的山德利的天然水啤酒工厂。好，坐专属的接驳车过去喽。现在乘坐这个是免费的接驳车哦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门口了，要进行体验啦。有一些烟熏培根，下酒菜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对，下酒菜。来，会议室准备要听导览喽。然后我刚刚以为这是啤酒，但其实是茶。我先失望了，没关系，今天应该很多可以喝的。只要好啤酒产出就一定要好水，那这就是那个三得利的那个水产出的方法。它的麦芽是用来自捷克岩圈的钻石哦，就是 diamond malt。这个麦芽是可以试试，来试试看它味道怎样啊？还蛮香的哦，好脆哦，嗯，有种像是吃花生的感觉，蛮好吃的。然后再来这边介绍的是啤酒花，是也是在酿造啤酒过程中很重要的素材。嗯，闻起来很微妙，就是香香的，然后跟你平常喝到啤酒的味道有一点点接近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工厂里面，但是就是看一下它的啤酒制造的过程。但是这里面真的超热血，有那种麦芽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刚一进来的时候就有闻到这个味道，对，没想到就是在这边才尝出这个味道。这个过滤的槽啊，是把麦芽的壳给去除掉的地方。他这边有讲说，这里的这几个看起来很大的这个不像工具的东西，它里面构造是什么？看的想喝啤酒了吗？想喝了吗？想喝，受不了了，是不是？受不了。嗯，谢谢。这个人从早上在便利商店买啤酒，哦，已经开始喝了，开始喝了，来之前就喝了，是不是？他不可能让我拿进来工厂见血，一定是客人家的。这边是麦芽汁暂存的地方，然后接下来要进入发酵的程序。那提醒大家一下，我们这次是因为有取得动画摄影的许可，那平常的话只能拍照。那看完了发酵的过程呢，来继续往前体验喽。他现在要进去年轻啤酒的那个整个 tank 里面，储酒槽。接下来看过滤的过程。那啤酒就在这边过滤啦。看那个装罐过程的疗愈感哦，对对对，装着很多很多东西，然后让大家装完东
装罐装完大概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接下来就畅饮。对。今天这样的体验行程啊是免费的，只要上网预约就可以了。Premium， 哇，很棒！海日高桥医生交流，什么都吃。开放大家的对对对，再来一吗？好。今天先到的就是不一样。我要跟包伯一起喝。庆祝我们的友谊。干杯！干杯！海日高桥医生的女友。今天庆祝文恩结婚了，敬酒敬酒，对，敬酒敬酒，在各个恭喜今天来参加我的这个婚礼，对不对？我恩结婚的，我恩结婚。参加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大家辛苦，体验辛苦。什么怪东西啊？哇哦，蒙娜丽莎。超酷的蒙娜丽莎，有没有喝过蒙娜丽莎印在上面的啤酒的？看都不想喝，不敢喝，对不对？我还真没看过。对啊，哇，这个超酷的，它是用制作啤酒的麦芽的粉，然后在上面转印那个字的啤酒。那我们今天因为是YouTuber 参访的关系，所以才可以体验这个自己倒啤酒，然后还有包含刚刚那个啤酒印制的过程。那一般的参观的话是没有包含在里面。我觉得这个啤酒啊，很适合不是很敢喝的人来喝，因为它喝起来真的是蛮甜的，然后没有那种一般常见的苦味。今天这样简短的参观行程，很适合亲子同游，或者是对啤酒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玩哦。上就是，这是我们参观三得利在武藏野的啤酒工厂啦。我是包包，是文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